主席，你怎么看昨天那个侯市长对九二共识提出的正式表态？就是这样的，九二共识哦，本来我就不太清楚了，是吧？不过经过这个侯市长的说明以后，我现在是更不清楚了，因为哦。这变成开玩笑，就人家说诗诗有两种，活活有三种啊，就是说现在九二共识有中华民国的宪法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还有蔡英文的九二共识。我觉得一个共识就好几个版本了，所以结论是这样的哦，我还是维持我一贯的主张的哦，内容比标题重要的哦，就说两岸之间还是实质的交流应该先恢复的。啊，不要双方也不要执着在这种名词上面的，不要执着在名词上面的，哦啊，总是有交流就有善意，有善意可以促进更多交流，先把这个解决了。啊，如果大家都一直在执着这名词，你知道，觉得问题会很难解决。来，下一题。那个选战的策略是不是吼科赖对决，然后边缘化？然后增加区域立委的提名，然后再吸纳一些有科的蓝绿立委，来组成这个另类的陆军。我回去我会考虑聘你当选举总干事。我这公啊，干他。好了，不要。其实这样的哦，选举还是一样的，不管是选举或执政，我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改变台湾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了，所以。尽量去做一个说明了，去争取民众的支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价值、你的信念要能够被大多数台湾人民认可嘛？啊，所以这还是要一个，我每次说政治是一个说服的过程了。所以，我倒觉得技术不用那么强调，反正要强调是你的理念价值到底有没有被台湾人民接受，这才是重点的。好，下一题。那个你赞成那侯友宜说的那缩短兵役的问题？比你缩短兵役，然后你认为多久的兵役才是适当？其实这个我大概今天早上看一下，侯友宜市长是说他兵役要从一年再退回四个月嘛。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哦，纯粹从外交来讲，你知道哦，我看他恐怕要去跟 AIT 解释老半天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很务实的讲嘛哦，这个如果啦哦，中共有一天对台湾攻击。哦，我们预测它是应该是网路攻击先嘛，那再来才是制空嘛，再来制海，那最后这一道解决才有可能登陆战。那所以如果是以按照对方的攻击的企图来重整整个台湾的战略布置的话，我们应该是网军、空军、海军会优先嘛。那其实这种都是高技术兵种嘛，坦白讲哦，不要说四个月了，一年也不够了。那所以今天回答老实讲哦，兵役从四个月变一年，你知道哈、哦，这只是应急啊，哦，我想这也是美方的一个建议的，你知道哈、哦，是应急。但是在这个条件，在这个先解决这样的啊、哦，但是在这个条件之下，整个台湾的国防布局应该重新思考了。再讲一遍，如果是网军、空军、海军当作主体的话。那这个也不是一年，这种高技术兵种也不是一年可以解决的啦，所以恐怕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防的结构还要再考虑。还有一点呢、喔，在少子化之下，你知道哈、喔，要实施征兵制有困难，恐怕还要是要往以募兵为主了，征兵为辅，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国防政策。好，吴怡，你在那个北农期间呢、啊，是否要吴怡开记者会来攻击农委会 啊？可是吴怡你说已经告知说他没有要做，是否还是才发彩通啊？记者到场发现没有他这个部分。一个一个来，你等一下，等一下。可以讲吗？这个现在是。这个不管你下一届国会哈、哦，他的民调哈、哦，你稳定成长，现在是排第二的，就是25%，那记者也是第一名啊，34%，你怎么看？那这个就民调就跟股票一样嘛哦，那每天。看一看啊，看一看奇迹啊，这样啊，继续做事啊，做事比较重要了。哦，你公司要健全，股票股价才会上涨嘛。你不认真做公司的业务啊，每天在看股价，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态度了。往前面那个，我就来。好，就是那个吴怡你在北农期间有没有是否要吴怡你再开记者会攻击农委会啦？但是吴怡你告知说他已经没有要做了，那是否还是发彩通，让记者到现场才发现他没有到这部分？我跟你讲哦。你问的那一些问题，在我的脑袋里面已经记忆模糊了。
哦，那我觉得这样的哦，政治还是往前看的，是吧？哦，常常在想说将来怎么做对台湾比较好。啊，老是在就你过去，哦，哪一个记者会有开没开？啊，请问你，你讲那些对台湾的未来有什么帮忙？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不要老是拿那个过去那些小事再来混淆现在的事情。重要是将来的，将来，现在怎么做，将来怎么做，这比较重要。主席刚跟那个议长跟地方人士啊，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聊了些什么议题吗？啊，发现他们对这个，我发现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在讲焚化炉的问题，不是正确的讲了，垃圾处理厂的问题了。因为我也当过八年市长了，我知道像金门啊、云林、南投，它是没有焚化炉。那、啊、可是老讲这个像云林烧垃圾的问题，哪里是云林县政府每天这样打电话在拜托来拜托去？所以当年才会有那个垃圾不分蓝绿那件事情嘛，就是说，他、啊、不管是民进党的在当县长，或者是国民党当县长，你需要垃圾处理的时候，台北市政府还是会帮忙嘛，对不对？哦，所以后来有那个名言哦，垃圾不分蓝绿。但是啦，坦白讲，这种事情哪里是地方政府要去想办法的？这应该中央政府要尽到全国协调的责任嘛。那所以我后来发现，你知道哦，这垃圾其实这样的，现在有家庭会区，还有这个会家庭的嘛，哈。啊，一个是环保署，这样以前叫环保署管的，啊，另外一个是经济部管的。啊，这可是这两个垃圾常常会流通的。我倒觉得这样的，全国的垃圾部分是工业性垃圾还是家庭用垃圾，应该做一个全盘的检讨。那全台湾的垃圾焚化炉要怎么布置？应该有个通盘的检讨，因为这个生活圈跟行政区域不一定是重叠的嘛，所以这个倒是一个今天在听这些议员在讲，这的确就是一个中央政府失能的例子嘛。啊，我再回去我们会看看啦，我会找那个经济部跟环保署再来看看这怎么解决。传出郭台铭，来，传出郭台铭，你独立参选，然后来，啊，郭台，柯主席表态说让大哥先做四年啊，请问主席怎么看啊？愿意四角度还是三角度？那这些事情我倒觉得这样的哦，常常我每次说自然就好了哦，在这段时间有各式各样的传闻嘛哦，那反正有时候这样的哦。让大家calm down了，就是说冷静一下，再走一个月看看了。反正国民党是7月23号才要全代会嘛，哦，还有时间了，让大家冷静一点，那看看怎么做。这种态度啦。好，谢谢。不好意思，我们联访结束了，不好意思。啊。万大线啊，都还没通车哈，那说我们以前的行政效率太差了，那新北捷运变成那个建成办公室啊，你觉得怎么样？万大线的工程你知道都照那个甘特图在走，没有什么 delay 的，这我知道，因为我每大概每三个月会监看那个捷运的进度嘛。现在题目是什么？万大线的工程速度没有延宕哦。